자. 魏先民，果然是一个水性杨花的查某，连这小人的小狼狗，也这样出门塞恩来。我的可怜查某囝，也是够活的，伊一定嘛袂好好去照顾，何以此嘛是吃苦了。对了，阿丽，我出来是不是有珊珊的了啊？我等到小妹问讲，你跟我珊珊的消息，看起来你嘛无闲线索。 是讲，以前了就关心珊珊嘞。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个小妹，甲伊年纪差不多，所以才特别关心伊。伊什么时阵佫有一个小妹，我哪捌听伊讲过。啊，是的啊。这位先生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我。 我要看这查某吼，到底有偌袂见效啦！还袂离婚哦，就甲你这个小白脸吼，你外口安尼搭定啦。哼！我甲伊等下话啊，甲门关起来就好啊。小丽，我闪了紧，我知影我手脚着吼，你嘛袂负责啦。拄则外口迄个人。 你敢真正无识才伊？我只大概记过一改面啦。迄天我伫咧路顶，无说你甲弄着，我嘛一直甲回信咧，还阁讲要赔伊个费，嫌过伊那都唔肯听，阁讲我骂甲出歹听的呢。我想哦，伊应该是看新闻，看到我甲姜开用的代志，对我特别有意见的路人甲。哇，你听起来你嘛真衰呢，拄着这种骗子狂，你以后出去就要较细腻。 我知影啦，我会保护我家己，你莫烦恼。嗯，啊对啦，是讲，珊珊的背景，你阁知影啥？我咧卡，咱会当为伊开始调查。我唔是甲伊讲过，伊有爸爸甲一个哥哥，所以你也是无法度甲伊联络。唔是无法度啦，是根本就无可能。什么意思啊？渐渐，咱只大见面了尔，所以是讲着这方面，咱两个人从知影是无共款的。一开始我无老实讲，迄是因为我咧想讲珊珊应该无想要互人知影伊的身份。其实，伊是一个孤儿。哈？奇怪，伊哪会开一个小狼狗讲？ 有一个小妹，伊敢毋是干哪？有甲伊卖杯酒的爸爸妈妈尔，当时来小妹。有一个代志要去办啦，等者我传一个住址互你，你替我去看一下我的客查某囝。啊？客伯啊，啊你虾米时阵加一个客查某囝出来，我哪会知？你毋免问遮尔多啦，阮客查某囝伊敢若无啥爽快，你看卖一下。 啊，毋过有一个重点，你得爱记，千万毋通为走离开迄个房间。莫互伊离开房间哦，客伯，你的意思是，你家己换一个客栈间关起来是？废话太遐济啦，你若无想要搬哦，我就叫陈东俊去处理啊。啊，没，我去。 是我去吼，才甲代志处理好妥当啦。你若是派陈东俊去吼，伊若看到你另外一个客查某囝，认为有机会，佫走去了去，安尼你毋就加了加啊，对无？哎，客伯，江道生突然间叫崩彩霞去告什么客查某囝，这个死妖道，佫要变什么吧？真的啊。 自从哦，你靠我办公室进化了，想袂到阮客户就随便联络我啦。啊，我哦一定爱好我做才会用的，所以我先离开啦，哈、啊。啊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买单啦，等下有不行会甲物件摕了你。哦，哎、欸、哎，稍等，稍等，我拄则哦，安尼。
屈指一算哦，我感觉这件代志哦，有淡薄仔问题，无遐尼单纯啦。我也是哦，对你来认错，万一有啥物状况哦，我当场是会当替你化解。好啊，安尼嘛应该啦。啊，无你对我来。哦，行行行。阮这客小妹哦，一定烧甲真厉害啦。阿妈唔知影烧甲几度啊。哎，水姐，你是假哦？武器，我计死真多嘞！我来讲，你莫甲我偷袭哦，无你会吃亏哦。啊，是安怎？拄只大伟甲你敲身躯的时阵，拢无敲到。嘿，我什么人啊？我要订物件吼，隔空取物，五鬼搬运啦！伊要敲我的心，哪有可能敲有啊？你还变魔术？无咧，冇什么变魔术。你拄则无听到仙奶奶讲，伊要隔空取物，五鬼搬运，这哦是真材实料。骗鬼袂食水哦，啥物五鬼搬？你唔通袂记哦，你的客白工总裁嘛是一个高人，啊你敢唔相信这世界上有能人异士？对啦，你无需要提防我啦，我是来救你的啦。来救伊的，白用的啦！你若是让客白发现哦，我把人救走，我会用百倍地粗坑啦！啊，袂啦，我拄才才算过呢，这是江道生作为非法的代志呢。你若去斗三工吼，这罪孽哦，拢会算在头壳顶哦。啊，你以后吼运气就会无好啊，你知无？会影响到吼你甲你的后生团圆，子孙满堂。不过，我若无甲代志办成，换我死，阮客袂冤头钱啊！袂啦，有我伫甲你加持哦，你绝对无问题，放心。好啦，这，互你做功德哦，敢讲这个机会你无想要滴？哦，袂，我当然嘛要滴。等下，阮来想办法叫你出去，啊，你一定要配合无？你莫超工伫我面头前搬戏，你一定是搞我骗的哈！彭彩霞，你到底拍什么主意？无，阮无什么主意啦。啊，等下甲你救出去以后吼，你赶紧去找你的男朋友吼，廖凯宏啦，甲讲啦，讲安尼吼，莫安尼，要食唔偷谈啦。啊，看到阿姨吼，就无想要拍片，知无？啊？不过先咧啊，外口大歪甲另外一个人顾条条呢。啊，咱是要哪叫伊出去？简单啦、挟持人质 L。人要走去啊，紧去吧！魏珊珊，你到底是要创啥？哎、无你是安怎？你目睭脱汤了？你无看阮拢挟持哦？你若是安尼乱叮当哦，到时阵崩彩霞吼是一刀两空哦，两刀四空，三刀六空，哦，足恐怖的，足粗残的哦。听到无？足恐怖，足粗残。恁管伊啥哦？若无崩彩霞，就无命。崩彩霞，那我是无要紧啊。那个总裁有交代，绝对袂当让你走去啊。哎，大伟，你真正要看？扛起来！魏珊珊，你……哎，谁啊，大卫？我……哎，你给我整笑啊！你……
这是是啦，这大卫是我给咯，多谢恁救我。以后若是有机会，我会报答你。不过今晚有要紧的代志，我先来去。我知影，不管我做啥，我拢无法度弥补迄个时阵我对你所造成的伤害。啊，不过我是希望会当亲自甲你回信的。哎，子庆，起来。咱即马拢向前看，过去的温婉都莫阁挂心啊。不是讲这个查某偌坚强偌骄傲，伊煞甘愿为了家己犯的错误甘跪，这敢是我所了解的林子倩？就是林云凤啊！啊，不过我对你所造成的伤害，一世人都袂消失。只要你外头看，遐伤痕永远拢在。其实我并不好认，迄段时间。看我忘恨你，我甚至想要甲你碎尸万段。啊，不过即摆外头看过去，是我想过过节，坚持硬要伫一段已经无属于我的感情啊。不是，想过过节拢是我，我明明知影迄毋是属于我的爱情。我说偏偏是要霸占，如果你把志翰照顾得遐尔好，我的心肝内对你无感激，煞只有怨妒，还阁唔甘愿，甚至我是自私到不择手段想要夺你的性命。我即马想起来，我拢感觉迄个时阵我真正就无人性。我真正想过抽残，就跟他精神同款。我看到你所做一切了后，我就知影你已经完全悔改啊。这对我来讲，都是上好的道歉。多谢你，我唔知影要怎讲我对你的感激。你话要原谅我，这对我来讲真正足重要。你哪会这么戆呐？其实咱两个早就好解啊。你唔通袂记哩，咱有一个共同所爱的人。陈东俊甲姜开阳，唔呐一摆讲林子倩追寻杨辉，这敢是真实？你讲的是子涵。敢不是，伊是你后生，嘛是我的啊。原来是咧讲后生啊，我是咧想啥？是我自私自利，干那想着我家己，才害你甲志涵遐尔。好话啦，子倩，你莫阁安尼亏欠落去啊。哈那无，咱是要怎做朋友啊？你阁愿意甲我做朋友？我是志翰的姑姑妈咪，你是志翰的亲生妈妈。咱上爱的人，咱若是无做朋友，刚刚要继续做伊就我先。一句话，要交我做朋友无？哈哈，我当然要啊，雅姐。真正就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好啊啦，莫阁哭啊！哪会当？当然。我无代志，我过去啊，嗯。我是叫你感动啥？